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拯救一下好兄弟泰罗奥特曼吧。哇塞，这个迪迦奥特曼的黑暗形态，黑暗迪迦呢，太厉害了啊！你看，这个黑暗迪迦竟然来到村庄，把这个泰罗奥特曼给抓起来了，看到没？啊，现在呢，这个黑暗迪迦死死的抓住了泰罗奥特曼的两只脚啊！哎，这个黑暗迪迦把这个泰罗抓起来要干什么呢？你看，这个泰罗呢也是一直在挣扎啊，但是挣扎不开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黑暗迪迦给消灭掉了啊！来，我们现在拿出这个武器吧。哇，这个枪好像没用哦。我这里有呢，有 RPG。你看，我用这个 RPG 呢都炸不死他。这个奥特曼不会这么厉害吧？果然啊。因为这个黑暗迪迦呢是号称最厉害的黑暗形态啊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哎，我们现在打他的这个计时器啊，你看还是打不动，哎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放上这个炸弹来看一下吧。我就不信消灭不了他了啊。好，已经放满这个炸弹了。来，呜、哦，你看，还是炸不死他，对不对？那就由这个枪来看一下，激光枪。好，终于是把它给消灭了啊！那今天呢，就玩到这里吧，我们。